报告龙王，我受红龙公主的委托回来复命，梦想小镇还没有找到线索，但我们得到了一张神秘的图纸，可这张图纸到底说明什么，我们闹不明白。这是啥意思？一张图纸又想说明什么？你给我好好想想，那鬼丫头说了些什么？没有啊，小龙女只是在梦中对红楼公主说，以后就看你的咯。我就帮你一会儿，后面的事就看你的了。看来小龙女这个女儿够顽皮了，她在考我们，这些年让她到人间历练历练，看来这个决定错不了。这为什么有这些方格子？不一定是这样，或许有别的玄机。我看呐，这小丫头就是想让我们玩一玩小孩子的拼图，她的意思告诉我们，要拼出梦想小镇的效果图出来，必须先找到12块模块。大家想是不是这个理儿？现在我赐名你就叫孟宝吧，继续好好跟随在红罗公主身边，做个保驾护航的随从，怎么样？谢谢龙王，谢谢智慧爷爷，谢谢，今后我就是你的徒儿可以吗？